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这一期主日牧师的话。我们感谢神有 Esther 牧师在我们当中。Hello。我们也有 Pastor Hosanna， 也有 Pastor Charlotte 在我们当中。是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围绕着非洲这一块嘛。我们知道我们在非洲呢有三间的分堂，就分别在喀麦隆、乌干达还有加纳。那我跟 Pastor Hosanna 其实我们有去过喀麦隆这个地方嘛。对我来说，真的去非洲啊是长途跋涉的，而且是非常不方便啊。但是当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要去帮助我们的分堂啊，去那里第一个感觉就是来到他们的机场，他们的海关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海关是不是很 friendly 的啦？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当时候有带一些礼物，还有一些的食物去嘛。当他开我们的食物箱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们带太多东西，还要给我们收费。然后呢，我们还记得我们的护照我们都被他暂时收着。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你除了有 visa 呢，你还要额外付费，为着一些的手续还是什么来付费，当我们付完费他才可以归还我们的这个的护照。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是很多很复杂，然后又很多没有明文写的这些费用。然后呢，我们就去到城市嘛，去到城市我们看到，哇，那里的真的他们的基本设施不是这么健全，而且可以比起马来西亚的建设是非常的落后的我还记得我们坐在车上的时候，我们就很像坐船一样，因为它的公路都是很多洞很多洞它是Blessed 要转左转右，为了就是要闪这些大洞的所以我觉得哇，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国家。是，所以很文化很大的差异哦。对对对对对对，其实为什么会这么样的贫穷啊？其实是因为在喀麦隆里面哦，他们是有内战的。因为喀麦隆主要是有两群人，一个是说法语的，一群是说英语的。那英语是少数，那法语是大部分的，所以呢变成他们因为这一些的背景，他们有一些内战，因着内战呢，所以很多外资就离开了。所以外资离开变成其实这些喀麦隆的就很辛苦啊，他们就是自己种东西咯，种一些农作物啊，然后在街上卖一些啊，这样，所以基本上是贫穷的啊，很不足啦。我记得我们去的时候还看到很多人在路边哈、站着啊，然后其实是等人请他们做散工嘛。所以这是一个国家贫穷的一个情况，就是那一个就业率啊是很低的。是。不是除了喀麦隆，我们在加纳也是有一间分堂咯，所以两年前我们在线上就开堂了、是。所以讲到加纳我们就要去了是我们就要去了三月头就要飞过去那边所以加纳同样也是一个经济很有限的一个的国家，因为在这个的疫情里面他们的货币贬值50%然后再加上他们的这个的通货膨胀也去到37%了。我还记得去年马来西亚七月份的时候，我们不是也是有通货膨胀吗？其实看回头马来西亚那时候才7%罢了，我们已经觉得蛮辛苦了，但是他们是37%，所以意思说其实他们的钱的价值很低，然后要买的东西又很昂贵啊，所以对于当地的人来说真的是很辛苦哦。是，还有他们还有面对将近破产的状况嘛，因为疫情过后，还有他们新政府上任之后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是造成了国家其实是入不敷出是状况。那等于非洲这一块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们可以很努力的工作，但是他们赚取的其实也不够他们生活的开支跟需要所以再不要说在教会里面的奉献还有我们教会的同工里面所面对的经济的整个的压力。是了，我还记得在疫情的期间，因为他们不能够聚集在一起嘛，所以 Pastor Cosby 就一家一家来去探访他们。为什么呢？因为
当地的人没有钱买手机，联络不到，然后呢那边的这个的网络也是非常的昂贵，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奢侈品。所以 Pastor Cosby 就从早上八点一直到傍晚，就一户一户这样子来去探访拜访他们了。所以他们真的是很努力的在服侍啊。是，我记得他们假使要租一个自己住的房子哈，他们需要付两年甚至三年的租金，意思说没得分期的，所以他每一次要一组钱一组钱出去啊，非常的辛苦。是，我记得在箴言书第十九章十七节，他就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然后他们的善行呢，耶和华必赏还，赏还就是报答的意思。然后他还说，就是怜悯贫穷的，等于就是要给予，然后要借给，就是要给他们。所以你给的时候，一定是有实际行动的。所以原来在耶和华的眼中呢，他说就等于借给耶和华。原文就是连结，结合耶和华，所以耶和华透过我们在地上的教会能够伸出援手来做他心中的事情。所以他说我们这样的善行必会得着耶和华的赏还。哇，我觉得这一些年来若不是有这一些需要在身边，我想我们也不会这么丰富吧。意思说原来神一直在帮助我们全体的弟兄姐妹，就是因为我们愿意，我们乐意怜悯这些人，所以耶和华心中是很喜乐我们的善行的。所以我们单纯的心来跟随神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就算我们身边有很多不足的人或者贫穷的人，我们的心态要正确啊，我们有能力的帮助他们，其实我们的眼睛就是看在神啊，你是怎么看他们的。所以在五五上升这一个季节，我们都在求经济啦，或者我们的职场啦，我们要有更大的一个上升，有更大的一个收入啊，蒙福嘛。除了为了我们建殿，其实我们也要看到这些的需要，所以我们去帮助这些的教会，其实也盼望不单止我们要得，我们要给，原来神给我们的更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所以我们过去十多年来都是在这一些贫穷的国家里面行走工作，我觉得很感恩，这是耶和华给我们的机会。愿神祝福你们，相信你们用这样的行为对待你身边的人，还有分堂而乐意的奉献，神一定会报应我们，报答我们。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今天主任牧师的话就讲到这里了，我们跟大家说再见哦。